二少爷。二少爷，今天开月会，老爷让你也去听听。我哪有资格参加？老爷说了，从今往后这些会你都得参加，以后沈家所有的生意都得让你知道。我爹决定重用我了。是这意思。以前大少爷在的时候都是这样。哎，追上我大哥了。还不抬上。恭喜少爷。少爷，咱们现在的囤货，哎呀，咱们俩快回去回去。不过供求还算平衡。老爷，茶行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吴氏布业的土布对我们沈氏布庄有影响吗？老爷，当然有影响。不过我和二少爷已经有了上中下三策。说来听听。我先说下策吧。那就是一把火烧了吴家的土布作坊。绝对不行。那就说中策。我和吴家那些职户都还说得上话，只要多出点银子，我有把握不让他们帮吴家织布，那么吴氏布业也就难过了。得多花银子不好。来，二少爷，来，二少爷，你给老爷说说你的上策啊。啊，老爷，吴氏布业的土布呢，预计是今年十月份上市，所以我们的腹部和影部也得提前到十月上市。他们自产自销，价格比我们要有优势。这个我想过了，如果他们的价格比我们低两成呢，那我们就用名气和质量压他们；而如果他们的价格比我们低三成，那我们直接就把价格降低四成，迎头痛击。那不是硬亏吗？我还没说完呢，待到他们溃不成军之时，我们再低价收购他们的土布，再提价卖出，直接从他们的身上赚一大笔银子。哎，老爷，我和二少爷算了一笔账，这场仗打完，我们总计要垫款3万多两银子，但最后我们至少能赚5万多两啊。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啊。二少爷果然精明能干。请。哎，杜老板，这一季的账和红利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去。辛苦了，沈老板。贝勒爷的赏赐马上就到，您就等着听好消息吧。多谢，告辞。哎，爹啊。啊，哎，我们开月会啊，他来做什么呀？杜老板现在已经是我们沈家的股东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自从你奶奶得了告风之后，我们沈家就和龙生和合股，他们占三，我们占七。不是，我们生意做得好好的，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合股啊？我自有我的道理。那我每年的棉花生意是不是也要给他们三成利润啊？没错。凭什么呀，爹？要说那军需订单，那是他们拉来的生意，后面付货也好，交账也好，由他们负责，给他们三成利润算是情有可原了。但是那棉花生意是我一个人做的，我凭什么给他们分账啊？你一个人做的？那我问问你，没有佟静福，你能挣到这银子？那当然不能了。我再问你，
是谁告诉你有童金夫这么一个皮棉商的？是你啊。不对，是杜老板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沈家的生意是突飞猛进吗？药材、茶叶、马匹、土布、铁器，四面出击。要客商有客商，要渠道有渠道，要货源有货源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一切都是杜老板为我们带来的。但是你跟那种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出来的人在一起合伙，那不是与虎谋皮吗？但现在杜老板带给我们的利益却是实实在在的。爹啊，杜明礼玩的那套东西我们沈家玩不起。静儿，你要做大生意就得冒风险。我们沈家已经够有钱了，我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？你爹，我们可不可以老老实实的做一点小生意就好了？静儿，你有你的长处，但有一点，你永远比不上月生。什么？你不够贪。哎，去年就听说胡老板这事儿了，一直想来祭拜一下，可是一直没有时间。我爹他虽然走了，但是古月药材行我打算重新开起来，所以今天专程来拜访。第一，希望和杨叔叔谈一下明年的生意；第二呢，有一些旧账也该了结了。胡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现在已经转行了，不卖药材了，改卖洋布了。这次到泾阳就是为了推销洋布而来的。为什么要改行呢？药材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，倒是这洋布挣钱还容易点。这我倒没想到。关于这个旧账的事儿，我本来打算这次挣到钱就还上，可是谁知道这洋布在陕西境内竟然无人问津，我这趟恐怕是无功而返了，所以欠了古月药材行这700两银子恐怕得还一还了。那杨叔叔希望还到什么时候？明年，明年开春一定还上。那好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告辞了。胡小姐，这次来的比较匆忙，什么礼物也没备上。这点样品，我一点小小心意，请你收下。小姐，那杨进林不是在寻找陕西客商吗？我看我们不如与他合作，将药材行改成洋布行。他刚才不是说了吗？这洋布在陕西根本就没有销路。但他说江浙湖广现在正流行，一般说来江浙湖广流行的东西要不了半年也会在关中风行起来。你看吧，不出半年这洋布一定会在陕西畅销。就这玩意儿？我看行啊。好，周莹不是在做土布吗？我们就做洋布。少东家，有事找你。哟，赵大人，今天没翻墙吗？关于吴聘的死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
将吴聘打成重伤的人是你。在我们沈家药材铺房梁上的那个人是你。你手臂上的伤是弗来咬的。你手臂上的伤是我划的，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你吴聘的死也是你所为。赵大人，我只划伤了你的手，没有划伤你的头啊。如果你要有点记性的话，你应该知道吴聘他没有死，他最后又活过来了，他还强占了我的丫头为妻。 我跟他还一起帮你赈灾。我指的是吴聘被人下毒死了，这次也是你所为。他在吴家东院被人下毒致死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一直耿耿于怀，说吴聘强令的丫鬟，你还在外面公开谣言说要杀了吴聘，为你哥哥沈月笙抵命。那你抓了我吧。 我现在还没有你下毒的证据，但是我相信你会露出破绽，我会抓住你的。哎，赵大人，我知道杀吴聘那个凶手是谁了。谁？就是你啊，赵白石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你下毒的证据，但是你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，我会抓住你的。无中生有。 哎，允许你污蔑我，不允许我污蔑你啊！二叔四叔，哎，你们看看这三块布料，哪块是腹部，哪块是影部，哪块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陕西土布？我看看。啊，这一块纹路细密，腹部，这一块色彩艳丽，影部，哈，这个。 就是我们自己织的陕西土布啊！哎呀，大哥，亏你还卖了那么多年布呢！我来告诉你吧，嗯，影布、腹部，这才是我们的土布。拉倒吧！我多年贩布，这一点看不出来吗？这机器就是我们家机器织的，我能看不出来？你糊涂！你这……哎呦，二叔四叔，别争了，啊，这三块都是陕西土布，啊，不可能吧？ 不对吧？这都是我刚从里面的织机上剪下来的，有这么好的品相？啊，这要上市，一定是一抢而空啊！这不愁卖，不愁卖啊！二叔四叔，啊，还有高兴的事儿呢。啊，来来来，你看这颜色，啊，颜色鲜艳多了。你看，嗯，这品种、颜色，这以前都做不出来的。是是是是，啊。 你们这都是新，在，你看，二叔四叔来，看看，啊，来，把这个房地板，啊，二爷，房子吧，四爷，看看这花纹，嗯，都漂亮。这是啊，哎，行，是啊，是啊，以前就没这花纹，还有吗？对啊，有，来吧，是啊，是是，这布置出来不愁卖，是吧？嗯，哎，二叔，哎，二爷，你卖一块腹部，能挣多少钱？哎呀，最多也就一千吧。 那如果你卖一块我们自己生产的陕西土布，能挣五千。五千呢？啊，这个收入，那今年能挣2万多两？明年，嗯，我们再多上5倍的织机，所有收来的棉花不再转手，全部自产自销，那我们的收入就是10万两银子。十万两，这就疯了。 这，困龙得水好运交，不由喜事上眉梢，一切谋运皆如意，向后日子渐渐高啊！哎呦！ 这是又咋了呀？一惊一乍，怪吓人的。好刮上刮呀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这个道长真是个高人呐，都让他说准了。<笑>说啥了？看把你乐的，前两天还愁眉苦脸的，今天就得意忘形了。嗯，咋了？ 这套裙子穿了有10几年了吧？啊，明天做套新的，不，做2套。<笑>
用最好的江南丝绸做两套。老爷，你发烧了？没发烧，是发财了。今年6万匹，明年30万匹，我就是陕西最大的布商了。爹怎么了？来，他今天高兴，喝了点酒，只怕不止喝了一点吧。吴姨，你坐。爹有了钱呀，我给你准备最丰厚的嫁妆，我要让全泾阳的女子都羡慕你。爹，你说什么呀？来来来来。还有你吴泽，我要让你当个清官，绝不贪腐一文钱。我要让你的官声超过你的同窗赵白石。来，老爷，少喝点吧。我今天高兴，你让我多喝两杯。爹，你喝多了。爹，我来吧。傻了你。哎，好。哎，多来点。少喝点儿。大哥，嗯，原来你认识赵大人。吃饭的哪里是下酒的菜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。我就说他是下酒的，怎么了？上次啊，赵大人救了我之后，我一直没有机会亲身向他拜谢。喝多了，大哥，你能不能？可以。下次他来找我喝酒，我就找人通知你。谢谢大哥。哦，喝个茶做成这个样子，娘，来坐。我做了点银耳莲子汤，给你端来了。谢谢娘。这是什么呀？啊，我正在预估我们东院今年的收益。啊，娘，你看，这是我们东院今年卖棉花的收入，这是今年无事不业我们东院的分红。哇，这么多！这不算什么，等今年挣了钱再投入，等到明年我们的收入就是这个数。哇，那我们东院就算彻底翻身了。不过这一切都得把现在生产的土布卖出去才能实现。能卖得出去吗？那些卖腐布影布的老字号肯定不会甘心被我们几沾客商，说不定还有一番恶斗呢。不过我已经有了对策，而且我相信以我们的质地和价格绝对不会输。那我们就不用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。娘，这说起来还都是你那2000两银子起的头呢。哎，那一次还让你挨了板子呢。哎呦，我也该挨，那事儿的确是太不应该了。没落下什么伤痛吧？你看，哎，没事了。坐下坐下。我知道你要说我没规矩了。哎呀，说不了你，我也不说你了。哎，哪有女人这么喝东西的？娘，你不说不说我了吗？言而无信。来，用这个。娘，
样？给你倒一碗，我们一人一半。我不爱吃了，来来，来喝，我就拿这个喝，我就拿。我一定会把那个女人打得落花流水。我要让她在泾阳不能立足。我做了几十年的布生意，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形啊。吴海的齐家呢？连面都不露。兰州的那几个客商呢？海东的老唐呢？海东老唐只拿了十匹。十匹？但往年他都是几百几百的拿。哎呀，就这十匹也是我求了又求，老唐情面上过意不去才拿的。今年我们囤了多少？十万匹。这一个月都过去了，只卖了三匹布。就算这沈心怡不惜一切代价地遏制我们，那也不至于一个月只卖三匹啊。林少奶奶，那些客商也没买沈家的府布和影布。那是为什么呀？一个月前泾阳开了家洋布庄，我们的客商啊几乎全部投了洋布庄，都在防着吴家，谁知道最后冒出来个胡家。是啊，都是胡家的洋布庄惹的，都没卖出去，那么投了钱怎么办呢？老四，我们两院投的也不少。二哥，我跟你不一样。你干嘛？啥时候放的吧？布还是我织的，我该做的都做了啊。至于布卖不出去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老四，坐下。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？看上哪匹了？我送你。我自己买得起，干嘛要你送？我差点忘了啊，你去年从我那挣了10000多两银子。你搞错了吧？是我帮你挣了20000多两银子。喂，选这匹啊，够硬，符合你的脾气啊。嘿，巧了，我也帮你选了匹，这个够厚。正配你的脸皮。哎呦，吴小姐，我是雇员的，今天无论如何您得给我500匹。吴小姐，我要500匹，我要1000匹。我是雇员的，我要1000匹。吴小姐，我要500匹。哎，各位，各位，听我说啊，你们要的货我们都满足啊，只是人太多了，我们的人手不够啊，麻烦大家再等等啊，再等等。好，行，掌柜的，带我上。派头真大，生意真好。我们沈家生意最好的时候也没到这种地步。羡慕呀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根本不是来买布的，你是来找兰。我要500匹啊！哎，好嘞，记上了。你也正在发愁今年的徒步怎么卖吧？
4万多两银子的货啊。你呢？比你少点。看现在这个情形，今年是亏定了。你们沈家亏几万两，那是九牛一毛。我要是亏了，那就全完了。亏完了正好啊。我们现在沈家正缺一个端茶倒水的丫鬟。沈少爷，这儿人多，你小心踩了你一脚啊！喵！少爷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啊，这种呢叫滑达泥，薄而结实，还不进水。看到没？你猜多少钱一瓶？6两。6两？啊。还有这种洋布啊，你看看这颜色。一般的土布无论如何也染不出来。当今世上唯一可以媲美的也只有丝绸了。但是。丝绸经得起这么折腾吗？外面市面上的丝绸最少也得20两银子一匹，但是这种洋布只要4两。那不是比土布还便宜？是啊，以前的洋布呢，既不结实，价格又居高不下，根本就不会有人买。所以古越洋布庄刚出来的时候，谁也没有注意到。谁知道这种洋布跟以前的完全不同啊，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得想办法遏制一下古越洋布庄。遏制不了的，爹，我现在有种预感，等到这种洋布一旦面世以后，将来不会再有人买我们的土布了。我们必须要当机立断。我建议以2000一匹，把我们囤积的10万匹土布全部沽清，然后我们也转做洋布。那我们可就要净亏20000多两银子。你现在不这么做，等再过些日子，古越洋布庄占领了所有市场之后，到时候我们一匹土布都卖不出去，到时候我们就净亏4万多两了。2万多两，不行，亏太多了。爹，事不宜迟啊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一点点机会了。你让我想想另外的办法。要不我们就降价吧，去年的土布每匹怎么也要6两，我们降一半，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要。我算过了，就算是每匹卖3两，我们也有的赚。降价也没用，我去那古越洋布庄看，那洋布又细又软，色泽漂亮，门幅也宽，最便宜的一匹也就3两银子。哼，换了是我，我也只买洋布，不买土布。可是这些土布要是卖不出去，今年咱们东西中三院可就一点收入都没有了。不仅没有收入，之前投进去的也全部亏了。那我们的吴氏布业刚开业就要关门了？3天之内必须把银子给我们中院，你们西院倒是想个办法呀。这布都卖不出去，我去哪儿给你找银子呀？我们中院不能白干活啊。哎呀，我们西院还不是血本无归吗？哎，说来说去，这事只能怪周莹，囤了这么多布，这一时能卖出去？说什么呢？我们家少奶奶还不是为了你们两院好？什么好不好？我们老爷原来说的对，你们少奶奶呀，就是一灾星。你是在说谁？放开我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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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别打了！松开！别打了！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！打他！你多气场是不是？打就打！谁怕谁？狗嘴！少奶奶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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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松开！松开！让你松开，听懂了？闪开！啥老师？怎么回事？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闪开！闪开！组长，组长，什么情况？谁打的？谁丢的？住
揍死他还打，不像话！一个大当家的怎么可以跟下人打架呢？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这段时间不卖不出去，大家心里都窝这团火，打架也好，叫他散心了。还散心？卖不出去，那你想办法呀！打架能打出去吗？不像话！老爷，我们去看先生。周莹，你不仅不劝架，反而参与打架，你这个大当家的是怎么当的？走。跟了我这么久，一点眼力都没有。这要打架也不能在中院的地盘上打。今天要不是二叔四叔来了，这亏我们就吃定了。谁让他们骂你的？骂你就该打。对，该打。我们自己做棉花生意，那是稳稳当当赚钱，还不是为了拉他们一把，才弄了一个无事不业。可他们倒好，一帮子势力东西，刚有点问题，哎，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打成这样？大家为什么不叫我？你早干嘛去了？行了行了，别说了。这事都已经过去了，还想想办法，怎么能把土布卖出去？打成这样了，还帮他们卖土布啊？谁让我是吴家的大当家呢？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，只要巡抚大人下一道命令，禁止洋货进入陕西，我们的生意就能起死回生。巡抚大人可不敢下这样的命令。那就要请贝勒爷请一道懿旨。谢老板，嗯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当年就是因为禁止洋人做生意，洋人一气之下惹出了多少乱子。你现在再是因为禁洋货惹了事儿，谁都担待不起呀。哎呀，杜老板，贝勒爷是我们沈氏土布庄的股东，土布庄每亏十两银子，都有三两是贝勒爷的钱呀。更何况，账面上难看，杜老板，你面上也不好看呀。只要古月洋布庄歇业，我们的土布就能畅销，能，一定能。我试试。啊，胡小姐，我要的货，麻烦你一定帮我配齐。我尽量吧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嗯，请留步。杜老板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你的洋布竟然如此走俏。其实我也很意外。啊，咏梅啊，我今天来，其实是想让你高抬贵手。是这样的。沈思海跑来向我求助，说他的土布庄被你挤兑的没活路了。他活不下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但与我却大有关系啊。为什么？龙生河和沈家已经合股，沈家的所有产业，龙生河都占股三成。也就是说，沈氏土布庄亏本，龙生河也得跟着赔钱。那我问你，龙生河挣了银子，你能分多少？龙生河是贝勒爷的产业，你分多少？龙生河挣多挣少，与我一文钱关系都没有。我只拿贝勒爷给我那份利益。那这么说，就是跟你没有关系了。是，是跟我没关系，但是跟你爹有关系啊。你爹之所以能平安回家，全靠贝勒爷开恩，这个恩你总得报吧。咏梅啊，
要不你暂且歇业一阵子，给沈氏徒步庄留条活路。那怎么行？我现在要抢的就是这个势头。再说了，你那个贝勒爷我见都没见过。要说报恩，我只报你的恩。你如果要报我的恩，那你就听我一句劝。不，胡小姐，这是什么？古月阳布庄两成的股份。什么意思？我用这个报你的恩。之前你帮过我很多次，却分文未取，我一直感激在心。所以现在，我希望你可以收下这份股份。从今以后，古月阳布庄挣十两银子，你拿二两。顾永梅同意暂且休业了。你没能说服他。是不可能。你有那么多手段可以让他屈服，除非你对他留情了。如果贝勒爷问起来今年的布庄生意为何亏本了，那我只有据实相告，我们的杜老板为了一个女人玩忽职守。赵宽，胡咏梅给了我古月阳布庄两成股份，我分你一成。这是多少钱？是贝勒爷给我们的利盈的很多很多倍。你怎么想的？贝勒爷除了给我们利益，还能给我们什么呢？他再有钱有势，也都是他的，而我们做的再好，也就是个奴才。可你我的命都是贝勒爷的。是。可这些银子是我们自己的。我们自己的。可是如果沈氏土木庄今年亏本的话，贝勒爷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轻则迟则，重则杖子。杖责就杖责，反正我挨惯了。你呢？我也挨惯了。我一直在利用胡咏梅，而他却认为我对他有恩。你对他有愧啊？
很多年前，他给了我半个梦，而现在他又给了我两成股份。长官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对过。